俗话说，十人九胃病，胃作为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，很容易生病。即使有问题，我也不知道如何疗养，所以很多人成为胃病的接班人。众所周知，胃病多数是吃出来的，如果吃东西无节制，胃病自然会找上门。伤胃最多的是种习惯，一狼吞虎咽，吃得很急，吃饭要慢慢咀嚼，避免快速进食或大口吞咽。吃饭说话或吞咽会导致消化不良，同时吃得快也容易烫伤口腔和食管黏膜。二吃得油腻而重口，虽然烘焙或腌制的食物味道很好，但经常吃会增加疾病的风险。三吃水果不注意，如柿子、山楂、枣子等，其单宁可与胃酸和胃液中的蛋白质反应，形成凝胶状物质，最终形成胃结石。因此对于老年人和小孩子要特别注意，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吃太多柿子、山楂等。四爱喝烈酒，但酒精饮料超过20度时，每小时饮酒超过100毫升，可能直接损害胃黏膜屏障，造成充血、水肿、糜烂甚至出血。饮酒时尽量选择低度酒饮用，同时要避免过度饮酒，以免发生急性胃损伤。五吸烟者，吸烟者认为尼古丁只会进入肺部，但几乎不知道烟雾会随着消化道进入胃，并直接刺激胃黏膜，它引起黏膜下血管收缩痉挛、胃黏膜缺血和缺氧。六药物刺激，服药后很多人感到不适，很难忍受，这可能是一种药物刺激，常见的阿司匹林等药物都是胃可能引起刺激的原因。七不干净点饮食，不要饮用原水，不要吃生食，这是远离胃病的基本常识，因卫生水和生食很容易被污染，使人感染幽门螺杆菌，进而引发胃病。八不好好吃饭，吃和睡似乎是许多人的习惯，然而很多人忙得连饭也不吃了，胃是严格遵守时间表的器官，如果经常饥一顿饱一顿，慢慢就会出现胃病。九暴饮暴食，早餐吃得匆忙，午餐很容易随便处理一下，到了晚餐就会暴饮暴食，甚至有些人在睡觉前还会习惯于吃点夜宵，健康的胃往往在暴饮暴食中被破坏。深爱咖啡，爱浓茶，当喝浓茶和喝咖啡变得流行的时候，谁知道浓茶和咖啡会对胃部的健康造成伤害。浓茶和咖啡都是中枢刺激物，通过神经反射直接影响胃黏膜，引起胃黏膜充血，功能失调，性分泌和黏膜屏障破坏，从而促进胃炎和胃溃疡的发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